大家好，我是西安唐都医院传染病的教研室主任，也是长期从事艾滋病临床救治工作的临床医生，我叫孙永涛。在此，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大家参加2021年9月份线上举办的华语 HIV 临床论坛系列会议。9月份的这场会议将于9月28号也就是星期二的晚上8点举行。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老年艾滋病患者的医疗照护。在这90分钟的会议中，我们会与来自国内、国外专家与我们共同分享老年艾滋病患者的骨骼和心血管健康、代谢变化的长期管理，以及艾滋病与肝损害、脂质代谢异常的热门话题。观众可以通过线上提问与专家互动，请点击注册链接和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加本次会议。我们热烈的期盼9月28号晚上我们云端见。